我不由得想和大家说，是不是跟我一样的心情啊？每次对帅的认知的新高度，永远是在见到杨洋那一刻被打破的。今晚杨洋也以爱的名义共三分主来到这支持巴莎，谢谢杨洋，请中间稍许留步，谢谢杨洋，谢谢。在这儿特别想问一件事情，就是因为杨洋多才多艺，尤其舞蹈啊，包括身材型表就不用多说了。但是呢，如果要是有机会到乡村去跟巴莎一块儿给小朋友们上一堂课的话，你会选择教小朋友什么？我会选择和他们聊聊天吧，对，然后感受一下小朋友的这种风筝真诚。新一代的童真和真诚用到未来的生活里，很有趣。那还想问一下杨洋，就是2021年到现在仍然是疫情的常态化，跟疫情相伴到现在，你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的？疫情当下，我觉得不能说是收获吧，看到了很多感动的人和事。我觉得其实大家节奏也放慢下来了，我觉得就是去帮助更多的人吧。看到杨洋，真的觉得这种颜值是真实存在的吗？谢谢杨洋，请稍事休息，谢谢。感谢今天带着爱来到我们的慈善晚。